都有你好笑。你怎么对我不知道？我对你还不够好。有你瘦的。
你相信爱吗？嗯，相信爱吗？当然相信爱。是，当然相信爱。世界有那么多爱，各式各样，为什么？我们俩是一家的。剧组演员当中搞笑指数前三位的分别是谁？那第一位呢，肯定是要给龚老师吧。龚老师 number one。哇，这个位置没有人可以把他抢下来，没有人可以动摇。龚老师只要一唱歌，谁不笑？那唱歌之外呢，做别的事儿你也会笑吗？也会笑，就龚老师就是、啊、他长得好笑吗？他长得不好笑。他多帅啊，长得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就是、嗯，就他天生带了一种憨憨的，就是很好笑。好，就觉得他很可爱，就然后他对很真诚，然后呢，他不说话的时候，他有种莫名的气质，就是老让人想逗逗他。那我觉得和我最匹配的人也就只能是张老师了。我有一位同学要特地叮嘱一句，撑个腰。然后是因为昨天晚上张老师特地给我发了个微信，给我发了个小红包啊，我要给吴宇恒同学打个 call 啊，希望你继续加油。没事儿，张老师，你不发红包，我也不发。所有爱我的人，我爱的人，还喜欢啊，张老师，张老师的话，我有。那张老师他就溜进了我的房子。问你这个问题啊，谁来了？张老师来了，欢迎欢迎，张老师请坐。张老师居然自带了一个垫子，这个中间张哲瀚张老师发明。俊俊身上的汗。